《原始点医学》完整版，张昭汉医师著，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出版发行。三、西医、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特色。西医的特色是从果治病，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 但西医从果治病是重医疗轻保健，病从患处下手，如此虽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，达到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，却忽略了从因可改善体质，达到自愈疾病及抗老增寿的保健效果。由于医疗离开保健。 改善不了热能不足，所以通过西药虽可暂时抑制症状，却难以疗愈疾病。又因从果处理患处，兼顾不了他处，所以通过手术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，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。 况且手术及西药会严重破坏身体及消耗热能，对重病患者不仅难以治愈，甚至还会危及生命。综上所述，可见从果治病弊多于利，非治疗善法。西医在诊疗上是重仪器轻症状。 以致检查结果不仅与身体的真实状况常有出入，此机身体有症状，检查却正常；身体无症状，检查却异常，也与医疗治病常有矛盾，此机身体有症状，又检查出有异常。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，而需治疗。但异常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属果而非因。所以，即便经服药、手术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，症状却未必改善；或身体无症状，却检查出有异常。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而需治疗，但此观点与医疗目的相左，因为异常既非正也非状，所以是老而非病。处理异常并非治病范畴。归根究底，产生这种与事实不符。 即矛盾脱节的原因，在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，并非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。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的特色是从因治病，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。此即在诊断上，中医是通过观察症状，外治法。 以经络理论决定穴位而给予针灸，内治法则以四诊心法分辨体质而给予中药。可见，中医针对外内治法已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诊疗体系。原始点是通过观察症状。 就可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，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，故能说到做到，形成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方法。在治疗上，中医是通过一针二灸三用药，原始点是按推与热源并用。 分开来说，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，不仅可快速解除他处体伤，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，还可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。且是病情需要，还可按推患处痛点，通过热源之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。 既可大面积用于体表，又可借由灌肠、喷鼻、洗眼等用于体内，使热源直达体伤位置，直接温暖组织器官。可见，按推与热源并用，并配合其他保健方法，就可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。 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寿、预防疾病；有病可速愈疾病，使患者转危为安。此既不同中医针刺穴位只能解除病症，也不同中医外热源之艾灸，虽可用于体伤位置，但因面积小及时间短。 以致疗效受限，难以发挥。又不同内热源之中药，虽可改善体质，但不能直达患处体伤，以致疗效缓慢，难以应急。由于原始点医学指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，医疗与保健相辅相成。 外治与内治相互配合，体伤与热能不足兼顾处理，并以保存生命为先，解除症状居次，故可大幅提升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。再者，原始点医学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的，其因缘果理论及诊疗方法。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总结升华而成的，务求与实践相一致。一即说出来的就必定能做到，故能一以贯之，不自相矛盾与对立，使理论与临床、诊断与治疗、医疗与保健获得了高度的统一。总之。 原始点医学是一门安全而有效、简易而环保、非药物又非侵入性的生活化医学。它诊疗合一，大爱为心，返璞归真，回归自然，离相探源，化繁为简，易学易用，便于普及。 不仅可让民众很快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权，还可大幅降低医疗费用，节约资源，减轻环境污染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、一条活路。四、原始点医学目的、宗旨与定位。 中医通过观察症状，以经络理论及四诊心法来决定一针二灸三用药的治疗原则，但其诊疗方法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，一旦面对危急重病患者，难免左支右绌，后果堪虞。 西医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在理论上犯了“捣骨为因”及“老病不分”的过失。在临床上，手术及西药不但不能彻底疗愈疾病，对体力虚弱者甚至还会危及生命。在此情形下，唯有追本溯源。 才能找到解决方法。原始点医学是从零开始，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。先是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，以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。之后又发展出各种外内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。 再从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，总结出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方法，并以因缘果理论阐明疾病由来。如此既可疗愈各种疑难杂症，也有助于分辨医学理论的对错，使民众能知简愈繁，自利利他。 期间因针对失败个案深入分析，所以才能突破医学瓶颈。不仅明了外内热源之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，也明了按推原始痛点无立即之效，可按推患处痛点。 如此才能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从而达到原始点医学的目的，即有病可速愈疾病，使患者转危为安；无病可抗老增寿，预防疾病。显而易见，这种由民众掌握生命自主权的非药物。 非侵入性的生活化医学，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。有健康的身体，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。由于任何的医疗或保健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，只能作为助缘，借由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。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、自愈力，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，重获健康。可见，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，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，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。 既然如此，与其教导民众健康要靠疫苗、西药乃至手术，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。所以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，避开伤身治病之源，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。此即日常起居。 不仅要通过按推热源、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、良好心态，还要少食甜、酸、酒、冰品、生冷海鲜及蔬果。体弱者不但需避免接种疫苗，而且生病时也不能一味依赖手术、打针、吃药。 否则越俎代庖，轻易毁伤，必将得不偿失。如此才能趋利避害，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，提升人体的免疫力、自愈力，从而达到有病可速愈疾病，无病可强身增寿。毫无疑义。 这种崇尚自然、尊重生命、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，既合乎古典中医、西医智慧的精髓，也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。医学之实践必须包括诊断与治疗，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。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。 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，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，并在日常生活中配合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、良好心态，如此就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提升人体的免疫力、自愈力，从而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。 无病可抗老增寿，预防疾病。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，按推属医疗，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，既可治已病及胃病，又可辨已病及胃病之体伤位置。 由此可见，原始点不仅已具备诊断与治疗的实质，还可使诊疗融合为一，一步到位。所以，从这个立场称其为医学，可谓当之无愧。此外，原始点通过非侵入性之按推与非药物之外内热源。 以期从因自愈疾病，与西医通过注射、手术及服药，以求从果解决疾病完全不同。这种生活化且没有医疗行为，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，到底该归属于西医还是中医？ 亦或是两者之外的一种医学。虽然答案清晰可见，但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，只好见仁见智，各取所需，由民众去评判，让时间来检验吧。